果有人在等他，拨弄他的头发，思念刻在墙和瓦。如果感情会挣扎，没有说的路亚，把挽回的手放下。镜子里的人说假话，违心的样子你决定了吗？长龙或者坐呀，要不我先说话。我想摸你的头发，这是简单的试探啊。我想给你个拥抱，像以前一样开吗？你退半步的动作认真的吗？小小的动作伤害还那么大，我只能扮演个绅士才能和你说说话。距离